我们今天是要搭梦竹露营车的露营车去露营，哇，很像在 rap 有没有？一个绕口令。我们有一天收到了梦竹露营车的 email， 看我们风吹雨淋，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对，有这种机会呢，我们当然就是会说好。就是今天眼前的这两台芭乐号，是今年五月，很新哦。子恩直接出动到两台，因为我们西家代券。连皮的部分，为什么会叫芭乐号？是因为配色吗？哦，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甚至不要取那种太难记的，就像什么泱泱鸳鸯这种的。有，我觉得内装又感觉更升级了一点哎。它水是直接流在地板？没有，这一次是它有污水。升级了，对，升级。啊！只能按到我的开关了。先顶的部分它就是，然后要这么虔诚这样子，跪没有跪，它就接上去了。收的话就打电话给子恩，去帮忙收。副驾它是做有一个旋转椅，变成新版之后它变得很难去转，因为它哇很诚实，很诚实，对，很难转就是很难转。对，然后我们就把它转过来。就变成一个相亲模式，相亲模式。然后床的话会有一个床垫，床垫140×180，我是觉得指针就不用收起来，在这边谢谢指针。水箱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孔它是可以直输，第二个孔就是玩沙啊，要冲脚上车的话，这个连蓬头它是可以做结实。再来的话，它的加水口在这儿，好可爱哦，是隐藏版呢。它整车我最喜欢这个。进电的话，它就会变成箭头朝上，这里有一个二叉。如果今天你已经真的是非常需要电的时候，记得把它压下去，它就会变成二倍速的充，快充的部分的新增加的，还 OK 吗？你应该是不会接受到我的电话，因为我会直接看影片。有疑问也不敢打，因为刚子安说其实很简单，他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觉得好像需要带一个子恩去的，希望是不要接到我的电话，不会玩得开心。真的是很舒服，很爽。我在这里真的是有一点开心，可是多半是又有一点生气。原来已经有人爽这么久了，辛苦你了。我们在这边认真的挑菜，老爸挑的，老爸挑的，老爸挑的。他现在在零食区，他怎么脱脱的？已经有点超出露营范围。天气也很好，天气也很好。它是自拍的，前后镜头的，还可以调整。芭乐号因为是他们比较新款的车型，五月才开的，所以整个车起来坐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个新车位。我很像贺成娇。哎，房东，我这边决定退租，我这边有一个新的建案，什么搬帐篷啊，什么淹水啊，什么猫尿，就跟水有关的。我们这次应该是可以比较安心了吧？也顺便带给我们眼前这两宝不一样的露营感受。他们这次可以不用再开着他们的车大老远的来突袭，来神秘嘉宾来给我们惊喜了，不用，他们不需要自行前往，我们直接发通告。也很谢谢梦竹露营车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带着两宝一起体验车路，感谢他们这么大方了。对，在交车的时候也非常的详细，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询问他们，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啦，还会有问题？喂，阿里山我们来了。哎，那前面那座是吗？是吗？前面那座就是吗？前面乱喊一座山就叫阿里山。阿里山姑娘美如仙呀，阿里山的少年。直接会车给大家看了。哦，可以的。哇，两分钟的路很宽哎。哦，有干妈点哎，还有古道哎，古道美之绿茶。好。哇，好漂亮、哦。好美哦。没办法，会车应该看得出来哦，一台车宽。最后一分钟进入营区的路，哦、来，到了到了，我们今天到了是福山新月，你就只给我接最后一个字，只有这100公尺，有一点小高低差，然后路面咔咯咔咯。哦，平日很多人呢，很热闹呢。你刚刚有认真听好，来，少在那边想要控制我。里面就有冰箱啊、哦，对啊，很方便。这个冰箱还是22公升的。露营车真的就是很像开着一台房子到处走的感觉。谢光临，谢光临。几乎满的哎，然后上层的 A 区也是满的，满的，也太热门了。评论蛮好的。我记得它上一代冷气其实是装在这里。他现在改成这样，这样子的话空间又更好一点，而且更静音，所以他们的进步我们看得见。安雅，简单到盟主可以直接教学。
插下去 ，OK。接上营区110的电，就第二个 OK。车上的所有设备本身就有供电可以使用，对。它供电的话呢，是大概可以维持一天。那像我们今天要来录3天2夜的话，这边有插电处，展现它小而巧、五脏俱全的功能来了。我们马上变出一个桌板给你们看，它的神奇小棒棒藏在后面，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家，不用怕东西会凌乱不堪。那如果凌乱不堪，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个人的拍习惯。快呀！好，那边就是凌乱不堪。有没有？而且它是可以前后移的。啊，如果是像爸爸那个前面有一个3个月的部分呢，桌子就是可以往前推。这个大平台也是不用白不用。整台车的插座呢，就是前面有一个，然后后车厢那边也有一处。而且这边还有 USB 孔哦，很贴心。我真的在这边觉得南部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他们很会称赞人，我们要学习。你今天真的蛮好看的哦，你现在也是。山上买的干。山上买的羊炉，平地来的电蚊拍，有挥到蚊子吗？没有。这样子，这两宝很像按上露营车嘞。对、啊。像一有人，他们就说哦，这露营车很赞，哦，这露营车拢唔惊落雨，啊，够冷气。这样子，哎、欸，重点是梁宝刚刚还说哦，他不是困这哦，就唔免惊哦，困那充气床哦，起来又生不会。你这样你赶快讲，我们什么都给梁宝体验到。对，好险，我们先带他们体验又生不会停，再带他们体验露营车，不然带他们体验露营车完，他们就回不去了。对，清炖的，哇，舒服。哎、欸，它的皮好吃，这个皮好吃哎、欸，越咬越香。它的店就叫石桌羊肉店，这应该也算是我们露营车初体验，要么就很刻苦，啊，要么就很舒服，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我们弹性很大，我们可以穿到这个3XL。还要鸡大考验哦，你看，只能等一下。有，他有说，他有说，有。那个吗？等一下，是吗？按一下。啊！我认真听，我没有打电话给你。那边有个感应的蓝圈圈，按下去，光明灯给它点起来，它可以无断的调整。哦，有没有变暗了？变暗了，触控感应灯，老爸指定的方向给大家看。哇，哎、欸，这里的景真的很棒哎、欸。你们看那个吗？那天空，所以刚很梦幻哦，刚才极光。哎、欸，我差太多。对，差太多了。哇，好漂亮啊！整片的茶园，恁看，恁看，恁看。我很期待晚上，就是旁边怎么有这么震撼的音乐啦？好，在这边我们谢谢老爸的音乐资源，配这个，不用不行，好热，这头会晕，有没有？老爸，你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有压迫感了哈。不会，我有180公分，站起来都还 OK。180公分里面有4公分还记在银行，还没领回来，只剩下176。等有空说剩利息，我再去取。我们这边洗澡时间有限制到11点前。我们这样目前估计是蛮多人的，就是大概需要培养一些默契，培养默契从你我做起，决定要先去洗澡。然后我们先要拿行李，我现在遇到新的关卡，这个灯的开关。子恩，我可以电灯是不是？子恩没有，我找得到。等一下，我真的要打电话喽！不可能因为这个小小的事情打电话吧？那你找，换人找。好。哎、欸，这灯好亮哦！给我转移话题，这行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哎、欸！来跟大家讲，那个灯就在这里，我刚按到水的啦。到哪都可以看《后宫甄嬛传》，永远看不完哎、欸。啊！给我这么敷衍啊！梁宝直接给我进去睡觉，重点是不说一声哦。对，没有说一声，有这么舒服？说进去就进去，门就是关了，那个关门声就是晚安。还是要吃。现在准备把露营车的座位区变成睡觉的地方，就是这么的白话。胶棒，镜头交给棚外主播。把我们的行李全部塞在这里面，这边塞不够的话，这里还可以放，所以其实放的空间蛮多的。Magic， 我
我一个弱女子就可以完成。弱女子没有听错，这一台86号的冷气电源在这里，看一下这个雪花吹风瓢，再来使用这个神奇遥控器，声音很小声哎，好凉哦。车内都有窗户可以关起来，然后前面现在是因为天黑，我们看不到外面，但是外面的人看得到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开灯。我在讲废话，但是没关系，他们有提供一块遮阳板，是叫遮阳板吗？就是挡风玻璃板，是叫挡风玻璃板吗？随便。这边还有一个外推窗，可想而知它就是可以外推。但外推完，如果怕有个生态园区的话，就是这边有个纱窗可以做使用。但是现在晚上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不见天日的功能。怎么固定？很明显，外面的人如果在看我们的话，就看到这个窗户一直开开关关。快点，我就不信。哎，子恩没事了。真的没事了，我关好了。上帝帮我关一扇窗，就是关一扇窗。你就是我的上帝。你真的是让我太吃惊了，阿妹。我一坐下来，我现在就觉得我舍不得退租了。子恩，这台卖多少？喂，直接想买断。弄起来很快速，空间我们两个人绰绰有余哎。生一个小孩也可以。你生，你要生你自己去生，这种就很适合热恋，或是刚新婚的，就是住个一两晚，哎，马上就有新生儿就可以使用到上面这个。没有，我觉得热恋的就是要经过一些考验，他们就可以先搭帐，到底适不适合？到底适不适合？那就现在这个露营车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与热情的哦，看会不会点燃，是不是？没办法点燃的话没关系，这边有点烟器。我们先把他们借给我们的投影机，直接投在这个车顶上。我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车顶上就是拿来设计来投影，不适合拿来躺。我们废出新高度哎！我觉得我们前面的收拾帐、大淹水、睡垫泡水、大淋雨，然后被猫尿，这一次都可以整个抵消了。就是我觉得我们有点苦尽甘来了。这个叫做大写的爽，我睡超好。现在已经10点多，如果没有一些亲情的伦理道德放着我的话，我是应该有可能睡到下午。该孝亲的还是要孝亲。早安，今天的早餐，吐司配火腿配蛋配 cheese， 就是火腿蛋吐司啊。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福山新月露营区来的路况呢，嘿，就是如前面大家所见。超棒的，只有进入营区的最后一小段路呢不好会车，但是你就快到营区了。旁边这边其实有个告示牌，分区蛮清楚的。对，左手边这边呢是 A 区，我觉得草皮其实养得蛮好的，有种一些树啊，可以在这边乘凉。这边是搭帐篷，然后后面这一排是，哇，这里的树好可爱哦，洗手台。那 A 区走到底呢，这边还有一区的 D 区，有个小捷径，让你如果要去卫浴的话，不用在那抠几朵人啊呢。后面是整片的山林，也很漂亮。这里感觉会拍什么查理王的广告。沿着车道走下去，下一个转弯的入口就是我们的 B 区跟 C 区。哎，已经礼拜一了，还有其他路友。左右两边呢，分别是我们今天带的 B 区。B 区的话会有一点微高低差 ，C 区的因为好像比较长型一点，但车子是都可以停在上边的。这边是空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露营车车路，我们不太知道那个收费的标准。我就先讲平日，平日的话，你是搭帐篷的话，啊，如果你是车路的话。假日的话就一律，不管你是什么路，就是一律1000。怎么这么便宜？怎么这么便宜？我吓到。眼前这边就是福山新月唯一一处的集中卫浴。先带大家看一下眼前呢，就是有冷冻冷藏以及三温的饮水机。嘿，啊，人都走光光了，东西怎么还那么多？是，好，哇。哎，这看起来像是满帐哎，已经没有什么路友了呢，东西要记得哦。左边是我们的女生三间蹲式，一间坐式，淋浴空间呢有5间，其他的其实也已经很大间，但是第一间啊更大间，我觉得它应该是 for 亲子，没有忽冷忽热，然后也没有忽大忽小，然后水压非常的足够，就洗起来很舒服的那一种。虽然它上面都是镂空的，可是我们昨天洗起来没有什么蚊虫。这边有提供
供两只吹风机。因为主人 C 区是几乎是满的，我们现在才敢走进来。那我蛮推荐 C 区的。C 区整个茶园，茶园又有山景，该来的还是会来。下雨了，没关系，我们这次是露营车，我们应该可以做到两个字：优雅。外面的纷纷扰扰，就与我无关。真的很生气，那我生气这样是可以遮什么啦？露营就是要让客难，这好要。我说我们真的是示范到为什么要一高一低的。倾盆大雨耶！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昨天很多人，天气超好。那大概一撤档之后，这种午后雷阵雨应该就是应该不干我们的事。等，只是昨天很多路有的时候没有午后雷阵雨。雨过天晴了，刚刚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现在风景很漂亮哎。空气很好，泡面还是很好吃。我们睡觉起来，这个浮山是，不知道是闹钟。我跟大家讲，这个闹钟是第三 round。会下雨了，要这么突然？要这么突然来了？再不下雨，我又可以回去再睡第二波了。很奇怪耶，好大！三分钟，不啰嗦，三分钟就三分钟，计时不啰嗦。怎样？怎么样？老爸要撑伞哎！从昨天到现在的芬达，我们来三天两夜，他买了快两个礼拜的零食量。他把他之后的日子零食，就借着这一次露营先给他买起来。爸爸推荐他露营必备的苹果面包，还有要随身携带一件防风防雨的皮衣。我这件皮衣已经穿了50几年，效果真的不错。要保暖，上面还有床垫。他现在重100哎，你好像快紧绷哎。这边可以再往前延伸到底。好，既然都辛苦爬上来，那你今天就睡这吧。升降舞台，拜拜。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超恐怖的！我觉得我今天做噩梦哎。晚安。哇，这是因为有一点软骨功哎，软今天的骨功，软骨功哎。没有超过30岁的人，不要轻易尝试露营车，因为你就回不去了。我们才18岁，以下开放二手拍卖我们的露营装备。我们要开始筹钱买露营车，我们开始终极呀。应该是可以说睡得很安心、我也要说睡得很安详。反正就睡在这种长型的车子里。喂，我很喜欢内装的设计，就是它那种有点黑灰的搭配。你是说跟你的内衣还有你的背心吗？黑灰的搭配吗？妈妈好了，妈妈好了。不跟你们聊了，我们先去校庆了。对，座位区 magic。好，一早起来很活泼。收的同时，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资讯。如果是跟梦竹露营车出露营车的话，就是你们几个人的话，就会配几张椅子，然后一张桌子。那他们讲话也是很实在，他说我们椅子比较不好坐，所以可以带自己的椅子。车内的话呢，还有附那个循环扇。妈咪，你路过露营车的体验之后，你还有想要回去搭帐篷吗？夏天跟冬天的那个。这个当然是比较舒服。妈妈讲得很婉转，但是就是舒服。那我们问问另外一宝，老爸，你录完这个露营车之后，你还会想搭帐篷吗？说实在话是不太想。真的是实在话。苏正，苏正，苏正。收到。
要说几遍啊。总结下来，不管这个露营区还是这个露营车，这一路都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路。尽管我们昨天第二天的时候，那个瓢、那个盆、那个大那个倾盆大雨，至少我们在这个露营车是很舒服的。也好险，这个露营区的排水也不错。哦，好，对对对，我们现在是会有点 care 排水的部分，是因为开始有点 care 了。谢谢梦竹露营车。是我开这台发热号了，我第一次开这种车，其实蛮好上手的。还是我们等一下拔一颗轮胎走。交车了，还好吗？很好，很好。没看到我钥匙都还没还给你吗？舍不得还有没有？哎、欸，所以平日是3800，只要是你们的客人。真的吗？不分平假日都是3800，真假？要订阅泱泱大道才有。这一篇音乐好按照。好，应该不难吧，大家？这个3800的钱要省下来吧。你不管了，就是按完啊，你们之后要退订就你们家的事，好吗？3天2夜爱车，哔哔。啊，这个钥匙要还的吗？好啦。啊，完蛋完蛋了，啊完蛋完蛋。他有。好，还是我们带回家休息，带回家休息一下。